刚刚我们对到的是五十字之一，啊、哦，来，现在对五十五跟五十六，这两个也很容易大家会误差，说颜色怎么差那么多？你看你现在就是反白，光线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手机再拿下来一点。好、哦，这个是最近我们皮革的颜色，你买的就是这个颜色，我们一样给你对八秒。好，我们再拿高，你看哦，刚刚对八秒的时候就比较暗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再拉平，再给你看一下，色差就是这个眼部光度的色差，啊，有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